市政府市长，咱环卫者，以及助理委员郑统罗、李文宪报名，咱的助理委员王明义，啊，咱啊文化局长，啊叶德山，以及咱所有的贵宾，啊，以及所有的啊各区的首长，啊，向着咱延平郡王署，咱的延平郡王啊参与。 拜，三拜，好来，啊，咱再次向着咱的延平群王啊，行三鞠躬嘞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
Thank you.
民族一百公九年二月初八日，农历戊子年正月十五日，台南市六合里的延平文龙祠庆祝戊子年头家祭典，以及呢，啊，恭迎台南市安南区乌城正统玉帝门圣母庙举办夜春舞、迎春礼民俗活动，以及本厝来参庙。头家祭拜，参拜典礼开始，啊，请全部舞者起立，前到后请上轿。全体舞者起，向咱开台谢幕，今日列位主持人请，请参拜的一班。中华民国一百零九年，岁数戊子年，元宵佳节，台南市各界地界头家以六万几天平分龙祠开台献王圣前，祭文化大灾献王，名士国盛，玉帝平庸，富足可人，受苦大将，解毒之名，定波大王。身负圣天，尊奉经典，并接良心，品合名言，定情发言，迎气新舞，和谐千秋，新风盛典，万古流芳。今日头家国际祭拜，发扬光辉，义在义方，祈求民族和睦，士气平盛，气。但愿瘟疫全消，永保健康安宁，敬神自在，无事甘霖。用贵感恩，用水用火，全体有志者，用咱台南市立法局安平文龙祠，把咱的开台献王，以及目干每一万里，以为将本案前的顶三上将的一拜。祈求日月光照，万善如意，再拜！祈求祭典吉庆，物丰民富，三拜！祈求国运昌隆，天下太平，请上香。并且咱台南市大家长，咱黄市长咧，代表台南市各界啊，向咱延平分行以及立会众神按前咧，进前初献酒。初献啤酒伫楼台。妙音妙妙凡自在，今日祭拜在官内，四海升平何时在？请再献酒，再添真果世家甜，恩情奉迎诸神仙，歌声强劲献飞情，福如东海寿南山，请三献酒，三献真酒表丹田。金鸿头爷洪尚志，诸神同饮春华乐，洪雕富顺庆太平，请何位？一吉时隆，天地开张，台南市六合境延平文龙祠庆祝戊子年头爷祭典，以及呢，啊，欢迎咱台南市安南区正统玉帝门圣母庙。举行夜春舞、迎春的民俗活动，莅临本厝来参香。相信呢，本厝所有的祭典活动，在主天神佛、立威尊神的眷顾下，一律顺利圆满来完成。祈愿呢，啊，咱的开台谢幕，汇集大运，必有国运昌隆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全丰，并必有众人的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
事业进行，财源广进，老者念过寿，少者保平安，四时有不谐之花，或者成长春之草，春好必平安，夏好必光荣，秋好财变贵人，淡薄福寿增，一年360条，条条有吉庆。建议咧，啊，咱阿南区五城正统入去门市好料，咱个天上圣母五府千岁，以及地位众神明，神威显现，皇国有名，四方感祥，香火旺盛，庙宇昌隆，信徒众多。最后恳求啊，咱个诸天神佛会当庇佑，本次流行之武汉肺炎啊，传染病咧会当控制得宜，病毒严传。一地传销，希望把咱全台百姓远离疾病，大家身体健康。最后，咱全体负责者再向咱台南市六合一恩平文化处，咱的开台谢幕，啊，甘非万里之为将军的爱情，顶上鞠躬的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